张女士，好，张女士在哪边？在这里。好，谢谢，麦克风拿吗？谢谢。他那么近怎么弄？他这个可以录吗？啊，我是写的，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，我写了12问，但是刚刚听了这些，我又有更多的问，我先把我更多的问写一下，说一下。那个市长说，那个啊，将来我们要都更，所以呢需要中继住宅。那想想看，将来都更了以后，这里人口又增加多少？我们是不是需要更需要这个公园呢？对不对？你看大安公园跟青年公园旁边很多国宅，它为什么可以做到？因为它有公园。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我们的这个绿地公园变成了公宅，啊，只是为了这样，你们想想看，这合理吗？啊，市长，这不是骗是什么？请问一下，我们大家都要都更，可是我们的公园做了公寄住宅，将来怎么样呢？公园没了，公园没有了，而且将来你可能没有办法做都更，因为没有位置。你想想看，别人为什么可以做那么大面积的国宅，就是因为有大面积的公园，所以我觉得这完全是骗子。我现在回到我。我知道我们将来是这次开公听会，可以帮我放大一点。我们开公听会啊，现在开了公听会，我们将来是不是还有环评、都审还有树保？啊，然后第二，我们刚刚是我们的里长说，1400户，对不起，我们是不是？在那个永春皮的时候，我们开了工作坊去讨论它的愿景。为什么我们这个广慈的这个开发不开公听会？我不开这个工作坊，我相信在座的人非常相信我们要公园，是吗？是。我们不要1000户的公宅，我们要留我们的公园，所以我们可以都更。对。对。你们想清楚了没有？我们要公园，我们才能都更啊！你把里面都种满了这个丛林的建筑、公宅在那边，将来还有什么发展的空间呢？我实在非常的痛恨这样的说法，都是骗。为什么我们那是不是里长说1400户，我们就1400户？我们要公园，我希望大家跟我的想法能想考虑我的逻辑，这样才合理。我们需要有公园，那我也不是说我们公园里面就什么都没有，我们要有特色的公园。我们这没有关系，我已经写了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我希望大家考虑清楚，是不是这样比较合理？谢谢，我们是请黄东友先生。好的，有先生发言之后，我们就统一做一个决定。黄先生在哪里？黄先生，请不要被洗脑，说我们要公宅，我们黄先生发言完毕之后，接下来登记15号的是邓条全先生吗？因为那个字比较看不清楚哦，等一下先准备，谢谢。那个柯市长啊，上台以后啊，一直在标榜的这个。公开透明，哦，请听民意。我希望这个市长能够说到做到。这个公园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，我在这里已经住了30几年，所以每天都看着这个老弱妇孺，他们唯一能去的地方就是那个公园。那在前几天的时候，突然间听到说这个公园要取消了，我也是非常的失望。那这个。既然大家都希望这个公园能够保留，那柯市长施政的时候，比如说社子岛开发，他就会用 iVoting， 那我们也一起来做一个 iVoting， 看看这个公园要不要保留，好不好？好。这是我的建议。这里公园来 iVoting 拆掉。这是我的建议。这里公园来 iVoting 拆掉。拆掉。
没有啦，是政府拆掉。因为公园跟这个开放的绿地毕竟不一样，意义不一样。虽然这个四寿山在隔壁，但是在这里普遍的年龄都越来越大，将来这个社福设施又在这里，这个身心障碍行动不便的人，他没有办法去爬山啊，他唯一的地方就是去公园，所以这个公园对我们来讲的话非常的重要，我希望这些公园一定要保留，谢谢。那我们现在请那个教会。各位，我接下来要讲四个字：保留公园。请看到影像十二跟十四，各位，你可以照三餐骂我，但是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身心的真话。我们看影像十二，影像十二。其实我有，蔡理事长，我真的有人性。好，请看影像十二，影像就是这个公告的这个。我跟各位说明一下，给我几分钟，谢谢大家。我是台北小孩，我不骗人。当然，好，大家看一下这张图。各位。是的，公园保留，因为公园即使它十年，它是 1.61 公顷。站在都市发展的角度来讲，诚实的说，有没有住在北边的居民会说，哇，公园怎么在南边？好，这是个假设性的议题，请到影像十四。请到影像十四，蔡里长，我替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。影像十四，看这个，在最北边，本来是六栋平宅，现在留下一栋，应该会拆除。五栋现在是停车场，未来是什么？是南北均衡的公园，北边有，南边也有。然后从原来的 1.6 公顷变成 1.8 公顷，不管是白道或黑道，跟各位说，都委会真的是一群很重要的学者专家。我接下来要把时间给黄老师，黄台生委员，我不知道他是白道黑道，但是他是市府的都委会委员，他审过这个案子。还有中央的都委会委员第二级的时候相当的严格，我清楚的说，这个公园有保留，而且变得更大，同时更均匀。另外我刚才举过道路的宽度，真的包括新加坡都没有在内部有20公尺的道路，包括新加坡，包括首尔，绝对没有东南西北至少有15公尺的道路，可以不可以跳土风舞？当然可以。可以不可以打球？当然可以。有没有公园？南北均布，这是一个学理，这个没有骗人。方老师，谢谢。是，谢谢哈。那请你画押变成公园用地。等一下，画押局长不要再骗人。开放绿地不等于公园，绿地公园那个画押只能开放空间，不等于公园。是不是跟我说一下哈？好，跟我说一下。